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三。我们来到哈兰，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故乡。这里有很多蜂巢式的土屋，英文叫做 beehive houses。这个是蜂巢屋里面。有好几间。你来这边照他们的那个。你有看那只骆驼，还有一个小骆驼 baby。哎，没事啊，已经在南开玩。旁边有小 baby， 看好可爱。一只条啊，哎，我是领的，是阿爸的。谁去给他照相？那个是谁去给他照相？那骆驼那个喊叫喊叫，你跟他讲讲，我这个。我不变啊。啊，你看啊，就安尼就阿伯叔，哎，恁两个，这个黄小姐，恁两个我甲伯叔甲你去，应该啥的，我反正我陪去。阿将阿你去问讲。来。啊，无你搁忘记，你啊，伊两双小骆驼，你个小主席啦，我要先引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讲你这个小姐是无，你才。我这是啊，你还够钱，你唔办，唔则袂划算。伊即马咧想讲，啊，伊去团的那袂来。所以无啦，无心情啊，咱迄边两个啦，一起对合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咱迄边两个，较顺。Thank you.
对，今天有机会。今天有机会。开花结果啊，再台注意点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恁十分钟后来离开啊吼，在吃的人较紧点。啊，你若要变数的人，你看你先到不到，可能内底面冇变数啦。哦，我咱唔同，咱迄条啥，十分钟后我嘛伫楼骹，楼梯啊小站，好，谢谢。这里是幼发拉底河，这里有一个水坝，是阿塔图克水坝，是土耳其最大的水坝。22号黄昏的时候，我们爬上来人头山看日落，哦，实在有不错。
我不知道我这个是真的亮还是。里面在发烧。对啊，你的这样子还蛮亮的。刚才是头最痛，现在是里面在发热。你也会头痛？会啊。我喜欢只有我的。没有，你看，你看今天黑马喜欢，他每天都这样。是这个意思、啊。对啊，就头在痛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嗨，林露姐，头痛，我头痛。啊，大家都终于下来了，好厉害哟、哦！下来了。头痛是海拔太高。我是狗。多的哟，就是红的红的，有的是青矿，我买块，我买错了，是啊，那鞋啊太贵了。